9次视讯演唱会终于在近日于首尔开启，关于演唱会的各种趣事也随之在网上传开。一般在演唱会尾声时，演出者会感谢伴舞工作人员以及台下的特别人物。据悉，在末场演出中，东方神起、昌明、IDOL、宋雨琦、Shiny、敏豪等艺人都有出席。当中有一个应援团特别抢眼，那就是来为崔始源加油的酒鬼都市女人们剧组人员。而他们一被介绍就转过身，露出背后始源的大脸。原来为了替剧组男主角应援，他们全换上了特制的始源头像 T 恤，看起来阵仗不小。让一旁的银赫和利特笑亏，这程度简直是崔始源演唱会，该不会是贿赂来的吧？怎么可以带竞选团队来呢？有趣互动笑爆一众粉丝。